会做什么样的变化。小户哥的一个传球，不过这一次被台湾大学把球断下来，带球过半场之后，哎呀，这次球进了，背后九号的杨景莲，台东大学的杨景莲，在开赛2分10秒的时候，率先替台东大学进球，很漂亮的一次进攻的组合。不过两队可能还是要稍微减少一下两边的失误情况，因为目前来讲，很多的球都是自己主控就送到人家的脚下。哦，台体大刚才门将卓云珍冲出来想要把。